Hello， 各位 LTB 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二婆婆。今天的综艺料理呢，想要带给大家一道在《美味不设限》的电影里面，就是非常关键的一道料理。我自己帮它取了一个名字，叫做“让你升天欧姆蛋”，就是 The Little Death Omelette。那么首先呢，就是需要的有三颗新鲜的鸡蛋。那我们先把它打到一个大的盆子，它店里面是用干辣椒，你其实也可以用七味粉，反正就是辣辣的代替。再来需要的是新鲜的薄荷，也要把它切碎加进去里面。那加薄荷就是为了要让口腔里面有辛辣，然后又有清凉的感觉，这是关键的材料。香草有新鲜的当然是用新鲜的最好，那如果没有新鲜的话，其实干燥的还是 OK， 只是它的风味就会比新鲜的差。那加进来，然后加一些鲜奶油，然后再加一点点的 cheese 粉，让它有更丰盈 rich 的感觉，然后加一点点的盐。可以先把锅子火打开，然后我们今天要用奶油来煎它。既然综艺料理一定要用奶油，打到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可以先放着，然后来看一下这锅子状况。差不多可以了，那我们就把奶油加进锅子里，让它融化一下。那因为蛋其实蛮会吸油的，所以你不用害怕，你就加这样。备下锅了，那这时候呢，其实可以准备一双筷子来稍微翻动一下这些蛋，有一点凝固的感觉，你就可以准备翻它。今天的秘密武器呢，就是明太子。那我们就先稍微先把明太子先处理一下，那因为它外面会有一层膜，所以就先把那个膜拿掉。应该用大概一半的而已。那其实明太子它自己本身就有那个咸味，就也不用再调味，比较清楚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蛋已经差不多熟了，我们就把它卷起来。我们今天可以稍微卷多一点，准备起锅。明太子就是直接摆在蛋上。最后再撒上一点薄荷，就完成了今天的 The Little Death Omelette， 让你升天欧姆蛋。Hello， 树林。Hello， 我要来教大家做四款，不是八款，四款风味水。我有迷迭香，然后还有薄荷。然后还有柠檬马鞭草，还有一款很特别的紫苏。我平常会外带的，就是像这款迷迭香。迷迭香呢，因为它香气很足，而且它有放松的作用，所以比如说你今天早上起来觉得我压力好大哦，我建议你就把它带出门。要用它的时候，顺便你手这样刷一刷，先抚慰你的身心灵。柳丁片、枸杞、明目醒脑。还有增强免疫力，这样呢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加饮用水或矿泉水。我每天都会喝风味水，但是这是我蛮常喝的一款，推荐给大家。你有 Monday Blue 吗？你就应该要尝试一下这一款。薄荷叶呢，它有醒脑，然后如果胃不好的人，其实可以有时候可以喝一点这个。三朵到四朵，来一点柠檬片或者是莱姆都可以，再来一点点蓝莓，蓝莓也是有抗氧化的作用。我来加水咯。然后这一款我是建议，比如说你有早上你觉得你的情绪不太安稳，可以帮助你醒脑又健胃。柠檬马鞭草呢，浓浓的柠檬味，可是又带一点那种特殊的香草气息。我把它配了苹果片，建议你再放一个柠檬片或莱姆片。
完成了，因为我想要你在喝这杯水的时候先闭上眼睛放松一下，闻闻它的香气，然后就可以畅饮了。嗨大家好，我是紫苏叶，不要以为我只有在生鱼片才会出现哦，错，喉咙痛呢或者是体质寒的女生，你就加一点姜片，然后一样我们的枸杞，完成咯。这一杯呢非常适合女性，比如说你的生理期快来啊，你就可以喝上这一杯，它有暖胃的作用，然后还有杀菌的功能。今天介绍给大家这四款风味水，然后我们下次见咯。 I love you